就接单了。嗯。哦，到了，到了。哪个是扫描？扫描这个。这个就是这个绑住这个。对。我有一双可爱又能干的小手，不信您看。嗯，叫什么名？设置一个名字。名字啊，我这个中英文名的。英文名也可以。D E N N Y， 对。Danny。Why？通了通了通了，对，好长啊，对，啊，你在拍照是吧？嗯，这个照，这个在见我，这个照我，这个照你，哦，通了，对，对，然后挂断就是这个地方挂断，挂断 ，OK， 对，这个直接滑动过去就通话了嘛。嗯，然后这个没电了叫它自己充电，点一下这个电量就可以了。哦，那么这个在外边就可以，这个在家里边对对对通话。对。哦，哎，可不多加一个，啊，加多个就行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它现在就自己在去充电了。哦，因为你点了这个。现在回去充电。啊，你再点一下这个，它就停止充电就没去了。哦。然后这个鱼的呢，你点开之后呢，可以跟它这样对话。可以叫他跳舞，你要命令他跳舞。哦。然后这里可以选音乐，你看没有？这边已经开始了。比如说，跳一个这个黄玫瑰。啊，这边就开始跳了。嗯。然后你按下一首。啊。直接就是在家里面可以，你可以控制它，就是宝贝来，我给你放一首音乐给你听，放一首青花瓷。啊。这个音乐你可以在这里面下载好都可以。啊。然后这里可以停止它。这个音乐是网上的音乐来的，对对对，网上的音乐，哦，拿了很多，对，然后这个智能暗房这里面呢就可以点一下这个智能暗房，就点一下它，它会有语音报警，这些你可以全部打开，嗯，对对，嗯，语音报警，然后确认，暗房模式将在300秒以后启用，对，就是300米之外之后呢，就比如说你出门的。他这个看到有陌生人在房间里面有人动的话，他就会报警嘛。哦，然后全来人。对对对，然后这里面的智能家居。哦，智能家居。这个就空调开电视机啊。对对对。那这个就买其他东西了吧？不需要买。不需要买。嗯。就比如说客厅里面嘛，你客厅里面你可以添加那个电视机。哦。就是电视机像你家里面的电视机有型号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康佳或者 TCL 或者说三星嘛。啊，它三星有一个型号嘛。啊，你就添加那个遥控器，添加进去。哦，遥控器放进去。哦，明白明白。哦，就是添加一下遥控器之后呢，它就会配对。哦，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遥控器，你可以叫它打开电视机。哦，它就不用这样。对对对，就不用按了。哦，然后有一些智能，如果是一些智能有遥控的那种灯的话，也可以。哦，啊，然后那怎么锁呢？它怎么锁？就是你绑定嘛，绑定那个遥控器嘛。哦，明白了。嗯，然后这个设置因为是英文的，我看不太懂。哦，没关系，到时候你再看一下每个功能。它这个还有说明书了。对。这个不操作。说明书是这个。哦。这个是一些操作，就比如说，是这个。这个连接 WiFi 嘛，然后还有智能对话的嘛。哦。嗯。等下，这个我回去看吧。对。哎，它这个充电机呢？它这个充电机。充电机在这里。哦，可以试试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对。嗯，来。对，怕拿回去没电就比较麻烦。对，你帮我充充。
这个充电器呢，你直接放到哪个墙壁上面？嗯，就是靠，你像我这个是靠在这个上面。这个床，对，床给开哈。快来救救我！主人，别睡了，快！旺仔，旺仔，旺仔，旺仔。旺仔，旺仔，去充电。主人，我去充电了。 OK， 充电了，行了行了。然后这里面你可以，这个可以往这下面这样的刮啊，刮啊，对，就是像我们平板一样，嗯，这样滑下来看，可以充电的量，这个亮度啊，这些都可以调节。嗯嗯。啊，它这蓝牙有什么用呢？蓝牙就是手机连接蓝牙，直接可以放歌啊。哦。嗯。然后这里面还可以娱乐视频的话，就可以直接看电视。嗯、看电视、啊。电视加优酷啊。哦。但是这个电视进去之后呢，就一定要手动退出。嗯。嗯。然后本地视频也可以下。旺仔，旺仔。在这。给我们拍个照片。开始拍照了。嗯、就这样。你还好，嗯。啊，太对了。3、2、1，鞋子。它晚上如果灯光不亮的话，它会有闪光灯，这个地方会闪光灯。旺仔，旺仔。你好。你是什么颜色？我的心是五彩斑斓的。你几岁啦？他用的时候呢，你看他每一个语言，他会有一个咚、嗯，从这个咚的开始你在说话、嗯。如果说没有那个咚的话，你是说话还是输入不进去的、嗯，就稍微要注意一下。好、嗯、吧。听音乐。对，现在是放音乐。刚刚、哦、如果你的话当中带了一个音乐两个字，或者带了一个歌曲两个字，他会就会进去。哦。而且你点歌的时候呢，可以点的详细一点，比如说点谁的歌曲都可以。旺仔，旺仔，在这。放一首陈奕迅的歌曲。陈奕迅。啊。你可以点名，也可以点歌曲，都可以。韩国的行不行？啊 ？K-pop 的行不行？少女时代的。可以。嗯。旺仔，旺仔。你好。放一首少女时代的歌。好吧。那他就会放了。听音乐，用酷。这个声音你可以把它关掉。嗯。他这些歌曲从这些网上下来的。从 WiFi 里面弄。哦。OK。对。如果我这个要想争取，怎么争取呢？啊？啊，我再给你弄。我先把它关掉。你那怪你要在这坑了就